当我们丢掷铜板做决定，通常要求丢掷铜板的方式会让正反面出现的机会均等。当我们抽签决定人选时，总要求签筒中的东西大小质量相同，使得每支签被抽中的机会均等。机会均等是古典几率重要的前提，我们会从这个前提出发来定义古典几率。古典几率的定义，设一试验的样本空间 S 之样本点为有限个，假设 S 中每个样本点出现的机会相等时，定义事件 A 发生的几率。事件 A 发生的几率等于 A 的元素个数除以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其中 N of S 与 N of A 分别为 S 与 A 的样本点个数。例如，指一粒公正的骰子每面出现的机会相等，观察所出现的点数。若事件 A 代表掷出三点的结果，如何用古典几率求事件 A 发生的几率呢？因为掷骰子所有可能出现点数为1、2、3、4、5、6，且发生的机会均相等，所以样本空间 S 等于1、2、3、4、5、6，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等于6，而事件 A 等于3，事件 A 的元素个数等于1。所以掷出三点的事件 A 发生的几率 P of A 等于事件 A 的元素个数除以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等于1/6。若事件 B 代表掷出点数为质数的事件，如何利用古典几率求事件 B 发生的几率呢？因为1、2、3、4、5、6中质数为2、3、5，因此事件 B 等于2、3、5。B 的元素个数等于3，所以掷出点数为质数的事件 B 发生的几率 P of B 等于事件 B 的元素个数除以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等于1/6，等于1/2。这边我们需特别注意到，古典几率的前提是建立在样本空间中每一个样本点出现的机会相等的条件下。例如，在一个不透明的袋中放置了若干个红球与白球。每次从袋中取出一球，观察球的颜色再放回，我们可以预期每次不是拿到红球就是白球。我们可以说取出红球的几率是1/2吗？因为无法得知袋中红球与白球的个数，因此不能先入为主的设定取出红球与白球的机会相等，所以无法根据古典几率的定义说取出红球的几率是1/2。若我们得知袋中有3红球与1白球，每颗球被取出的机会相同，从袋中任取一球观察球的颜色，那么取出红球的几率为多少呢？为了凸显样本空间中每个样本点发生的机会相等，我们将红球加以编号，因此样本空间 S 等于红1、红2、红3、白，而不是红白。因为其中样本点红1、红2、红3、白出现的机会相等，满足古典几率的条件。若样本空间定为红白，其中样本点红白出现的机会不相等，则无法满足古典几率的条件。因为取得红1、红2、红3都算取出红球，故取出红球事件 B 等于红1、红2、红3。B 事件的几率为B 的元素个数除以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等于1/4。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计算事件的古典几率。同时掷2枚公正的硬币，即每个硬币出现正面与反面的机会均等。观察出现正面或反面的情形，求出现一正面一反面的几率。为了满足古典几率的条件，样本空间中每一个样本点出现的机会相等，我们将2枚硬币做记号加以分别。可知2枚硬币结果的样本空间 S 等于正正、正反、反正、反反，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等于4。要注意，样本空间中一正面与一反面出现的情形有两种，正反与反正，因此出现一正面一反面的事件 A 等于正反、反正 ，A 的元素个数等于2。几率 P of A 等于 A 事件的元素个数除以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等于1/4，等于1/2。同时掷3枚公正的硬币，观察出现正面或反面的情形，求出现2正面1反面的几率。
我们将三枚硬币做记号加以分别，可得值三枚硬币结果的样本空间 S 等于正正正正反正反正正反反正正正反正反反反正反反反反，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等于八。出现两正面一反面的事件 A 等于正反正反正正正正反。事件 A 的元素个数等于三。A 事件发生的几率 P of A 等于 A 事件的元素个数除以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等于八分之三。接下来我们来看掷两粒骰子的例子，同时掷两粒公正骰子，观察所出现的点数和，求出现点数和为七的几率。将两粒骰子加以编号，观察所出现的点数，样本空间 S 等于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六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等于三十六。现点数和为七的事件 A 等于一六二五三四四三五二六一，事件 A 的元素个数等于六。现点数和为七的几率 P of A 等于 A 事件的元素个数除以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等于三十六分之六，等于六分之一。接下来，请同学思考以下问题。袋子里有六颗大小相同的球，其中红球四颗，白球两颗，求下列各事件的几率：一、取出一球后不放回，再取一球，两球都是红球；二、同时取出两球，两球都是红球；三、上面两种取法的几率相同吗？样本空间相同吗？本单元介绍了古典几率的定义，设一试验的样本空间 S 之样本点为有限个，假设每个样本点出现的机会相等，定义事件 A 发生的几率 P of A 等于事件 A 的元素个数除以样本空间 S 的元素个数，其中 N of S 与 N of A 分别为 S 与 A 的样本点个数。